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我就是生无妄想。那么现在要去找我们的那个重华贤士啊，重华贤士。东极国之前应该是没来过啦。好，又是一个地图哈，又要走一大圈的，最讨厌走地图了。那我们就到处晃晃吧。现在十日国已沦陷其塞，若敌军跨过千里之野，事态可就严重了。失去其塞，是境所致。咱们东极可不怕那些焰火猿猴，他们极度抗拒真巫之事。教场，好，没对话，好。他人没走啊。最讨厌走这个大地图了。为什么觉得这边好像走过？据说帝君仍不愿首肯，也许会由射日王来主持国主的大婚。帝君既不容灵和姐姐，此事若常回陶陶，恐怕会失了军心。为什么觉得好暗哦？哎，可以对话。哦，明明是件喜事。帝君就是一席地嘛，呵呵，冰短之日。好，刚才是这一个嘛？哦，射日王府。之后我怎么要回来嘛？已经存个档。印象好像只有现在只有主角一个人了。为什么出不去了？出不去了。好，没东西。然后这边有毛球菌的那个毛球菌的那个奇遇哈，有两个。你就安心留下，帮我打理店铺，维持温饱是没问题的。好，这边是，他们在找什么？祈求什么？这个东西。你看那道光，是来迎接我们的吗？又是你们。那只是枝叶间的日光。你说，到底是谁还在惦记着我们？管他是谁，还是快点消失，
早点解脱吧。破坏我等死的心情。坚持小镇那些石像类似吗？是他不让我帮他们哦。好吧，可能要带细雨过来吧。祭祀这种事情是一种信仰啊，信仰功。你身中焰火之火毒，我已将你内府淤血逼出，多休息便可康复。先生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是我见过灵力最高、医术也最高的巫仙国人。毕竟信仰可以巩固人心嘛。好，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就这样，我已经逛了七分钟了。上面有，我讨厌逛地图啊！流浪巫祝，等一下再回去存个档。甲子金丹，从前王城内充满许多微小的神灵絮语之声，现在却什么也听不到。好，这边逛完了。逛一半不到的地图吧。好，再整个档。这一集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空地图。有时候那个地图都会无法触发，很烦，很讨厌。然后这边支线好像也蛮多的，挺讨厌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那我还走来走去干嘛？蓝田软玉。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存档点？是代表说这边有剧情的吗？
也没有啊。这里是鱼府，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耶。为什么感觉好像跟色日王府好像差不多？然后我们就这样随随便便进了人家家里。奇怪，奇怪，那个白毛球球明明是滚到这里的呀，到哪去了呢？哦，白毛，毛球君，毛球君，你在哪里？毛球君，毛球君不在这里吗？毛球君呢？我要找毛球君。所以他不在这咯。哎，在干嘛？好，继续逛。多亏有雀春先生，你的怪疾才能痊愈，往后莫要再贪玩。是，下回乘船我再也不会垂脚入水了。希望之后不要再有那个那地图了，会搞得好烦哦。传闻果然不假，丹玉玄黄果然气数已尽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宕机。你看看那些人，无家可归，甚至还有疯疯癫癫的，委实可怜呐。那也不敢养着他们，万一有疫病怎么办？而且，咱们家几个孩子吃不饱就不可怜吗？哦，怎么挡？这里是驯象，须驯心。若要其顺从人意，便要先了解象的需求。若不能从心御使，那所谓的服从将是暂时的。总有一天，它还是会因为内心的欲望而造成灾害。啊，原来如此，真不愧是重华贤士啊！今日一闻，真是收获良多呀。那
是当然，惩罚可是很厉害的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身上会有一种温暖的光芒？半夜半夜，你也快来看看呢。诸位，请容我暂离。多谢重华贤士。重华贤士，在下飞星，有急事相询。我自射日王口中听闻，你是普方将军之子。那日，在真实小镇匆匆一会，却不想你竟是风明君后人。重华贤士识得我阿父？我与普方将军为商议千村之事，有过数次鱼宴往来。上月，静心殿战败，竟知预兆指向东海，帝都遣人通知临近村落。使者在路上被击杀。当我得知风鸣村遭劫后赶去，村子已每无人影。什么？村子发生何事？在我离开之前，阿父阿娘他们都还……你先别太过担心，许是因为村子破败而决定迁徙他地。好，先不说这个，你找我有何急事？听闻贤士你有位善医的友人正在东极，不知能否协助引荐。总算找到人了，重华大哥。看来你们是为同一桩事情。我那位友人名唤雀春，他对玄黄祭奠颇有兴趣，或许就在近处。雀春，那位先生可也是巫仙国人？不错，蓝妹知道他。嗯，我曾听师父提过，我还有两位未曾谋面的师叔，其中一位便是雀春先生。啊，那真是太巧了，有这层关系，我们去拜托他，他肯定答应。嗯，希望如此。啊，对了，重华大哥，我方才寻你的途中听到一些百姓的不满与担忧。主要是与收纳难民百姓进入王城有关。此事若非由林和上前，殿下断不会如此一意孤行。利益虽良善，但尚未拟定相应对策便仓促执行，强迫百姓改变现有生活方式予以配合，自然引起反弹。殿下实在应该多倾听百姓的声音。贤士，请继续指导我们的。多谢重华贤士告知故乡与雀春先生之事，在下就不耽误贤士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一向喜爱结交才德之士，你日后就叫我一声大哥吧。若有任何需要协助之处，尽管告诉我，无需客气。见过陶坯时，掺和适量的沙，便可耐火。原来如此。好，那我们去刚才我们寺庙找雀春吧。请教我如何补善。连东极国的百姓都这么倚重重华，重华真厉害。不可进入，快快离开。是是。哇，好顿哦！我发现录一录到一半会顿顿的。哇，电脑越来越差了，糟糕。嗯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哇，巨人。我们这边绕个一圈吧。嗯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哦，这边就是刚才绕过来的，
地方。是这样啊，那这边就两个储存点的啦。这边好像来过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有仔细逛过而已。哎，这边有东西。徒儿，你不让我随帝君回殿休息，却将我带来教场，所谓何事？难得亚父降临，诸儿自然要把握机会，让亚父指点他们一番。你倒是不让我得闲片刻呀。要打架？走快一点哦！最讨厌走太慢哦。八方心事，好，这边剪一剪好了。熊频道换频道，主要放同样的点点换到粉丝案的赞助中，最消息又要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子你就能追踪到我随时最新影片喽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是话。